第一次婚姻失败的杜丽莎曾经想尽办法去挽救自己的婚姻，可惜却失败。而一个祈祷又怎样令她懂得放下之前的伤痛，进入第二段的婚姻，组织幸福的家庭呢？好可爱呀、啊！好可爱呀、啊！跟乔妈问好。你好，乔妈。这是什么？这是 Alex 家第二个女儿。然后我的你几岁了？17岁。17岁是吧？哇！这个 Sabrina 莎莉娜小女儿，漂亮。15岁。啊，15岁啊。哎呀，这个是出生的时候的早产只有2磅多。哇！是啊。但是可以这么健康，这么美，是啊、真的是神给的，可以自己保守，自己保守啊！他们来打个招呼，因为他们要帮一些小孩子学唱歌。哇，已经是小老师了，是啊。今次其實喺多倫多飛翻嚟都係一個 spring break 啊 holiday， 即係暑假，咁嚟幫下手教啲小仔。可以講啦，你們可以走啦，好嗎 ？Thank you， 謝謝，再見。Oh， before you go， 走了之前，可以唱一段，謝謝天父。好 ，OK， 哥，来吧，唱歌给我们听一下。好，姐，谢谢。I thank God for this day, for the sun in the sky, for my mom and my dad, for my piece of apple pie, for the love that he shares, 'cause he listens to my prayers. That's why I say thanks every day.好姐，好听，好听，谢谢，唱得好，谢谢。稍后见，嗨，多姐，再见，嗨，多姐，再见，稍后见，哇，跟乔妈再见，哇，哇，哇，谢谢，多谢晒，谢谢，再见，哇，你教得好好啊，你教得真好，不是，是他们很乖，歌歌就系系。原本的歌是你寫的，不是，這不是我寫的，是舒克仔的。他們很小的看，但我很幸福。主雖然放我在沙漠，但他令我學會很多東西。我以前不會彈琴，我現在都會彈琴。我不會作曲，我能做一首歌。如果有機會呢，看看能不能讓孩子唱給你聽。這首歌是我自己做的，叫做《可愛的我》。因為我覺得香港的小孩子不是太喜歡自己，於是我就寫了一首英文歌，叫《I Like My Brain》。但是中文我改成中文呢，可能說我愛我的頭腦，不能這麼說嘛。那我就說教他們喜愛自己的什麼地方這樣咯。好啦，好的，听还想谈一下你的家庭，看到你有两个很可爱的女儿，那种丈夫跟丈夫感情很好，你两个相爱，我谂佢都会送啲礼物俾你。咁佢系点样表达他对你的爱呢？他送的什么礼物是你觉得最宝贵的呢？你见到我两个女儿已经好宝贵啦，答得很好，没错没错。因为现任丈夫有帮忙照顾我的大女儿，从4岁我 TV 四岁开始已经照顾到佢13岁。咁佢自己本身本身呢，即系同我讲，我唔中意细仔，佢觉得细仔好麻烦麻烦。但系一生到自己同埋凑到我女咧，他有帮忙照顾我的大女儿，我大女儿到现在打电话都会叫她爸爸。大女儿就是你第一任丈夫，大女儿是叫爸爸，他自己的爸爸会叫 Papa。但是他们三姐妹的感情很好。那么我小女儿是早产的时候呢，即係我覺得好寶貴，就因為我最細女係早產2磅11磅11安時。你知道喺美國，如果你冇保險、冇醫療，係好慘嘅。冇錯，但係主擺到我喺春田密蘇里咧，係嗰個醫院咧寫明啦。无论如何，你是什么国籍啊，什么 race、什么 religion、什么 faith 啦，佢都要收到你，要帮你嘅。咁我生咗女之后咧，佢都话你几时可以俾到你就俾。真系我觉得好多嘢好感恩。现在和以前不同了。以前我爹哋媽咪雖然爹哋有做嘢，媽咪做嘢係家庭主婦。到到我嘅年代咧，我同我嘅丈夫傾過偈嘅。如果我哋有咗小孩子呢，不希望別人來照料。咁呢個樣嘢我做到，但係香港人卻辦不到。在香港做家長，做家長是最辛苦的。因為為咗小孩子一定要做工，就交代孩子呢個世界去。
抽大佢啲受制。任由环境影响孩子的成长。我哋当初，我同乔王叔，我哋都做过呢个措施。当我哋有小朋友嗰阵时咧，谂住喺细细个咧，我哋就应该陪住佢哋。嗱，到佢读咗，去咗学校读书就搞掂啦。唔系嘅。其实帮助子女是一生之久，不是交给学校就能了事的。所以我们跟子女之间也曾经出现过问题，但靠自己，靠着主，我们重新再来过。那么自己，我自己整天都有担心，即系主知道我担心怎样，我好担心点样去同我啲女沟通，因为我大女咧有段时间系好憎我嘅，因为佢觉得我系离开咗佢，俾佢去爹哋嗰度，但系。主又好好嘅，俾一班年輕人俾我教，一段時間有一段時間全部都是年輕人。那麼我明白年輕人呢，因為我沒經歷過年輕人嗰個時間，因為我以前一直工作嘛。咁我認識咗佢，都係跟他們相處並不容易，但係我都係起碼。即係企開啲話，你哋講，我聽下啦。雖然媽咪知道，但係我有時有時候要找一個揾個位置跟他們討論。咁大女咧有一次對我說。妈妈，多谢你凑大我。养育我，呢句咧，多谢你凑大我。呢六个，我觉得开心，因为我成日以为我系冇做错咧，我唔俾佢睇电视节目，唔俾佢看节目，唔俾佢睇啊，全部都有看，又唔俾佢吃某啲嘢，朋友都食嗰啲嘢，唔俾佢买啲嘢，佢冇憎我，并没有恨我。就系呢个大女儿，始终系你凑大佢，是。那么佢同爸爸关系点？爸爸的关系好，但是是不一样的。即系我都好开心，佢同我老豆有个时间一齐，因为钱走咗啦嘛。咁但系个两个细女儿，我都喺密苏里度咧教佢哋。我哋任何去咩地方咧，唔好肯买嘢。即系我觉得你买物质上面太多咧，我想佢哋有个关系啊，所以两姐妹是很亲密的，好 close 嘅。咁佢哋三个又好 close 嘅。哦，即系大女同。跟两个妹妹的关系是很好的，两个妹妹也跟大姐没有难处，没有没有哇。那么有段时间或者第二个女呢，即大咗啲啦，咁佢哋两个都有机会表演嘅，有少少嘅竞争，一定有因为个竞争，佢哋中意去睇边个叻啲。一家姐咧，佢个经验系美国个经验，嗯。第二個妹咧係而家現代現代街舞嘅經驗，所以兩個都唔同，但係有時因為要媽咪話佢好啊，要爹哋話佢好咧，就有時搶住嘅。但係呢啲係好自然，要慢慢慢慢等佢溝通。咁但係，那麼最終而言呢，我很感謝我爹哋媽咪，因為佢哋個時代都幾辛苦嘅，因為佢打仗走落嚟香港，冇屋企人。因為嗰時候我知道，如果你冇屋企人咧，係冇面子的。你話結咗婚有面就有屋企就有面子。咁而家我做咗我自己，即係做阿媽，我覺得而家我教緊人啦。你有屋企係有面子，你個仔女你有生命喺度係有面噶啦。因此呢，我希望带给大家一个讯息，就是看重家庭，看重家人，是啊，要爱他们多一点，你和唱歌多一点，会开心多一点。系啊，我希望所以我希望可以教更多人唱歌。好，继续努力。谢谢。因为走过来的时候，看见有很多小朋友好可爱，跟你的关系又那么亲密。其实我很久没跟他们见面了，但是很开心的，是吗？是吗？是。好，我们这部分呢就聊到这儿，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聊。第一次有人。用这么多的爱跟我解释一件事，你要想想，我是一个很著名的歌手，你批评我，不允许我上台唱，我会很生气。